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小 m 大 M 之间哈没有摩擦，然后小大 M 跟地面也没有摩擦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，让小 M 从大 M 上面这样滑下来，那大 M 会后退嘛？那大 M 后退的加速度多少？还有小 M 给大 M 的作用力是多少？好，那现在呢怎么做哈？我们现在的话哈。我假设啊，大 M 后退的加速度呢是 a 嘛？那我现在站上去看的话，小 m 就受到一个什么呢？受到一个，跳上去看的话，小 m 就受到一个重力啊，还有个什么呢？还有个正向力啊，还有个什么呢？还有个那个假想力啊，假想力 a。好，那我站在上面看的话，我发现小 m 的话呢，是沿着什么呢？七大角这样滑下来，所以我现在啊来算什么呢？算小 m 相对于大 m 的加速度多少？小 m 呢相对于大 m 的加速度哈，是沿这个斜面方向，就站在上面看是沿斜面方向下滑，那所以这个大小多少，我就把它分解在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假想力啊，还有重力啊，这是大 m 级。我把它分解在斜面方向，把它分解在斜面方向的分量，那这样分解过来的话等于多少？这个也是西塔，这两个互相平行嘛，这两个是内错角，相当于内错角，这是西塔，所以西塔把它投影过来，就是 a 那个 cosine 的西塔，a cosine 西塔应该这样讲，就是。这个假想力投影过来，这 MA cosine 西塔，啊，这样的话加上这个小 m 它投影在重力投影在斜面方向的分力，就是那个小 m g，小 m g 的话，这个 sin 这个角度，我分解在这里，这个角度跟这角度一样，sin 西塔。啊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是等于小 m a，因为你是站在上面看的嘛，所以是小 m 相对大 m 的加速度，所以这个小 m 相对大 m 的加速度是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 a cosine 西塔加上 g sin 西塔。好，那你站在上面看的话，你发现小 m 呢是以这样的加速度滑下来。那我现在的话来算什么呢？算这个，小 m 相对大 m 在水平方向的加速度，我就说小 m 小 m 相对大 m 的水平方向加速度。那我现在定这个方向是正，这个方向是负的，它把它投影过来吧，这是负的。这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负的大小 a 小 m 呢 m，它乘以多少因为这个是往这个方向嘛，cosine 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跟这角度一样，cosine 呢西塔，cosine 西塔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那我把这个带进来，那我就可以算出呢小 m 相对地面的水平方向的加速度。小 m 相对地面的水平方向加速度，因为这个正负号我已经有定了，所以就直接什么？直接是小 m 相对大 m 的水平加速度，加上大 m 在水平方向的加速度，大 m 在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就是 a 嘛，所以这个的话，这个是等于这个是等于这个嘛，这个负的话，这个东西。a cosine 西塔加 g sin 西塔，再乘以 cosine 西塔，这个就是这一项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加那个大 m 的加速度，相对地面的，这是等于 a 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因为它整个系统水平方向的直线加速度等于零嘛，所以我就晓得说这个什么？这个
本来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，就是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哈、哦、等于零的。啊，这个应该本来应该是大 M 哦，加上小 m， 大 M 呢 ，a 小 a 大 M x， 加上小 m，a 小 m x， 本来应该这样写，那因为它等于零嘛，所以这个哈、哦、是大 M， 啊乘以 a。好，大 M 在 X 方向的加速度就是 a 呀、啊，它加小 m，a 小 m 等于 a 小 m 等于就这个，这个的话是多少？是等于那个负 a cos 西塔平方嘛，再加 z sin 西塔 cos 西塔，然后再加 a 呀、啊。再加 a， 啊，这个会等于零的，哦，就这个加这个要等于零的。然后的话哈、哦，我们现在来看哈、哦、，a 的话有几个？有大 M 的，啊，加多少？这个 a 的话哈、哦，把它合并，这两个合并的话就变成一减 cos 平方，这两个合并就变成 a 哈、哦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一减 cos 平方就是 a sin 的西塔平方。哦，啊、再加小 m 多少呢？三西塔平方。啊，把 a 抽出来，我、哦、把 a 抽出来 ，a 抽出来。哦，啊、这个有负号了，哦，漏掉了，这个有负号。啊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小 m，z 三西塔 ，cos 西塔，啊，这等于零了。好，这样 a 我都可以算出来。a 是等于多少呢？小 m z sin 西塔 cos 西塔，啊除以大 M 加小 m sin 西塔平方了。好、哦，这个的话呢是那个，小 a 啊，哦、小 a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来算什么呢？再来算那个正向力。他是问什么呢？问哈、哦。小 m 跟大 m 之间的作用力、啊、就是正向力为何、啊、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哦，我小 m 的话哈、哦，我那个站上去看，小 m 的话哈、哦，给这个大 m 的正向力哈、哦，是往这边嘛，往这边推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大 m 为什么会往后退？因为小 m 哦，给他一个正向力。这个正向力我把它投影在水平方向，就是等于它的水平力，也就是说哈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哈 n 啊哈 n， 然后的话哈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cos 这个角度，或者是 sin 这个角度了，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，哦，因为这个跟这个平行嘛，这个跟这个平行，这也是西塔，哦，就是说哈、哦，就是 n 啊哈，啊 sin 西塔 ，n sin 西塔哈，我、哦、正向力啊投影在水平方向的分力，它、啊、会等于那个大 M a 啊。那 a 我就可以算出来，所以啊，这个是那个是等于大 M， 它乘以多少呢？大 M 加小 m， 三西塔平方，啊，我们就小 m g 三西塔 cos 西塔，那个三西塔可以约掉一个，哦，那这样我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的 n 啊，就等于大 M 加上小 m， 三西塔平方，大 M 小 m， 大 M 小 m，z cos 西塔，哦，这个就是正向力。